现在18万把它拿下来了，能不能变成28万就看它起货效果了。上机开高，走了，给我进去。这是两个还是一个？两个多少钱呢？32，那都太错了。这个干是这个，我这个出现不一样，这个错了。这个出现多少钱呢？30。这个拿回去看一下啊。那这个质量是有的，是我喜欢的那种类型啊，还是可以玩一下的是吧？但是就是价格问题，如果说15到20之内给它盘下来的话，还是有钱赚的啊。超过20的给别人玩去吧。你看这个有冰感的，你看这个透手指，这么厚度它可以透手指，起光一定是有刚性的，这块绝对是刚刚的啊。去撩它一撩吧，盘一下，看今天能不能小赚它一笔。哎，15啊，差太多吗？这种色没那么均匀的啊。我这样认真看，这个东西就在一点点冰的嘛。啊，否则肯定要认真看。可以了啊。不行，你看手机，看手机。这个工作6万5。你看你这么忙就卖给我算了，别一心做别的生意啊。你刚刚就一口价18可以，我也要赚钱了，你给我聊天。啊，可以。赶紧地。咋说？行了。那啥，你给我带了装箱。你发个账号给我啊。转给你，很贵啊，太贵了。里面还有条纹呢，真的价格不便宜。这条吗？对，啊，一条2000多，发个账号给我啊。看一下这光感，在任何光线下就是这么刚刚的。今天是18万把它拿下来的。能不能变成28就看它起货效果。上机开高，起货了。你看这光感透手指的啊，整圈起光，刚性啊，28万的效果有了吧。放档口走。这个是今天新奇的，你把它上下包吧。本钱是18万，我卖的话就卖28万。